这一瓶超级精华，集合了14瓶精华之大全，完全就是艺术品嘛！我已经用完一瓶了，老板，你的皮肤为什么越来越好？因为我有贵妇精华，皮肤变得烹饪、柔软，而且更有光泽。欢迎回来，凯文小妹妹，大家好，我是 Kevin。Kevin 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银座的 Pola 旗舰店。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 Pola， 从我那个顽固的晒斑被他们家的美白的产品搞定了之后，我完全就变成了 Pola 的大粉丝。Pola 它这个品牌其实到目前为止有将近80年的历史，他们讲究的是 science、art 跟 love， 非常强调用科学的方式去研究成分对于我们皮肤的好处。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曾经介绍过这一支眼霜 BA 这个系列呢，可以说是在 Pola 里面最顶级的系列。B 代表是 Bio， 然后呢 Active， 我们透过了生化的技术把它转变成对于我们的皮肤非常有效的成分。现在我在拍影片的时候是7月，听说有一瓶产品他们会独卖3个月，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超级精华液就是它 BA 系列的顶级精华，这一瓶它就可以当成是你的精华液还有乳液来使用，非常美哦。然后呢就像个艺术品一样，除了这个包装很漂亮之外，这个是它的外包装，每一瓶的这个 Deluxe 的精华第四代都是用这一张纸折出来的，这个是日本特有的一种纸张，每一瓶都透过手工的折纸完成这样的一个包装，完全就是艺术品嘛。我刚才试了，我先跟你们讲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舒服哦。以前所谓的抗老乳霜、抗老精华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会有姐姐味，这瓶精华它给你的前面会有一种淡雅的小白花，带着青草，然后最后你会感受到水分在空气当中流动，然后带着所有的味道，甚至有一点点泥土的感觉进入到你的鼻腔，所以这个味道你在涂抹的过程当中真的好放松哦。好了，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因为它的每一代我都有用，这一代呢我用了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它超级好吸收，它全新的这个载体技术，它可以很快速的进入到皮肤里面，但是却慢慢的让皮肤吸收。当然这瓶也不便宜，我先买一瓶回去试试看，3个月后我再告诉你们我的感受。回到办公室了，在今年全新上市的 BA 极光全能精粹，那那个时候7月呢，其实在东京银座的 Pola 的旗舰店他们是独卖，现在你们也买得到这瓶超级精华。如果了解 Pola 的人都知道 BA 这个系列就是他们的顶级系列，就是所有的黑科技，满满黑科技会全部在这个系列里面。 Pola 非常强调就是透过科技可以把更好的成分带给我们的皮肤，更重要的是他们会透过了研究去了解到皮肤里面的结构，透过了生物活化技术放在他们最顶级的系列。从1985年推出第一个系列的保养品， BA 一直以来就成为日本贵妇或者是很在意保养的人的首选。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一瓶的超级精华，当时呢他们运用了一个叫做身体保湿的理论，更在2008年的时候得到了化妆品界的奥斯卡 IFSCC 最优秀商，也就是说在那一群全世界的产品里面他最棒的意思。在2003年，他们发售的第二代的 BA 的超级精华里面，他们运用了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细胞自噬理论，放在保养品里面，卖的超厉害的。然后到了2019年推出那瓶像外星人用的那个第三代的超级精华的时候，我有去日本参加他们的发布会，哇，那个现场满满的科技，它搭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脑胶毯理论。每一代的 BA 的超级精华都横扫所有的奖项，因为只要他们一推出精华，其他的品牌都会差了一代。而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一瓶是第四代的 BA 的超级精华，它叫做 BA 极光全能精粹。我在旗舰店里面所拍到的那个产品的时候，它后面有一个海报，我先讲那个海报好了，那个海报好漂亮，有没有？就是看到好像有水跟花，它是日本非常非常有名国际级的花卉艺术大师东信大师的作品。我记得前几个月在这个中泰乐生活的1楼，它有展览，超漂亮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包装，真的不愧是 Pola， 真的结合人文、艺术、科技。它除了让你看到一个那种光影的变化，那种静与动之间所产生的线条之外，你在触感上面也跟摸一般的瓶子不一样哦。Pola 它要满足的是你皮肤、你视觉、你的触觉、你的嗅觉全方位感官的满足。这一代的这个 Pola 的超级精华呢，他们找到了全新抗老的关键，也就是 G07 的生物
活化理论。好，简单的来讲啊，就是他们发现哦，我们的细胞它会有一个活跃期跟休止期。其实我们皮肤里面要达到紧致，有一个胶原蛋白很重要，叫做第六型胶原蛋白。这个第六型胶原蛋白呢，只要越多，你的皮肤紧实力就可以越好。他们发现哦，当我们的细胞在 G 零期，也就是休止期的时候啊，这个紧实胶原蛋白会产生的更多哦。而且呢，第六型紧实胶原蛋白多的时候哦，我们的细胞哦，它会变成有那种清道夫的作用，让我们的皮肤细胞的这个自食作用增加呢。那他们怎么样可以让在休止期的时候的这个紧实胶原蛋白变得更多呢？他们找到了这个叫做 G 零基普精华。好，这个基普的花粉其实在日本有很多的历史记载哦。以前的日本人，他们如果有伤口，普黄这个成分，它放在伤口上面，它会有止血，或者是呢帮助化瘀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好，这次呢 ，Pola 他们就把这个基普结合了洋甘菊，共同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让你在休息时候的第六型紧实胶原蛋白增加的更多。它不但让你的紧实度增加之外呢，更重要是好的部分越来越多，因为它会把不好的部分清除掉，好的部分越来越多，倍增、倍增、再倍增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除了这个基普 G 零精华之外呢，它集合了 Pola BA 系列所有最明星的精华成分，里面包含了14种的精华成分。比如说它有强健结构的精华 ，Pola 最厉害的抗糖化，然后会有透亮、增加肌肤光泽感的紧致拉提的弹力的美白系列，里面所有的精华，也就是说这一瓶集合了14瓶精华之大全。虽然啊，我在银座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售价的时候，有点了一下头，嗨，贵妇你好。可是你想想看，这一瓶集合了14瓶精华，而且它的质地等于是精华加乳液，你就直接省掉乳液，你只要擦乳霜就好了。换算下来，一瓶抵14瓶。除了这样子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时间差的渗透系统。有些时候，如果你一下子就是把所有的养分都要逼它吃，但是每一个人想要吃东西的时间会不太一样，它会利用这个时间差的渗透系统，把精华的成分在不同的时间传送到我们不同需要的这个纤维母细胞，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些成分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你擦上了这一瓶 BA 的极光全能精粹的时候，它不是只有在擦的当下给你皮肤好，而是慢慢的到你下一次擦它的时候，它都可以持续的在你皮肤里面一直运作。然后再来是它有一个超效还原处方技术，它想象成我们的皮肤本身就是一块磁铁，假设我们的磁铁是正极，那它现在把保养品里面呢作为一种很特别，比如说是负极，当你的皮肤正极、负极它碰到的时候就讲咻，它就吸进去了，让你可以快速的渗透进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啊，随着年纪的增加或随着压力的增加，其实皮肤的那个细胞的间隔会失去弹力或失去空间，就好像是很挤的那个电车，即使你从下面打光，你都看不出有光亮。那它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电车里面拥挤的人松开来，让我们的皮肤细胞不会是这样密密的，你这样看不到光。它把它让它有拉紧，但是却有一定的空间。出现空间之后会发现什么你知道吗？当它很紧的时候，你的皮肤会看起来掉下来，可是当它松开来的时候，它不但会增加我们皮肤烹饪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光就会从你的皮肤透出来。所以它在不破坏我们皮肤的结构状况之下，让你的皮肤变得烹饪柔软，而且更有光泽。我已经用完一瓶了，当然徐小姐每次都追问说，老板你的皮肤为什么越来越好，因为我有贵妇精华。其实第一个感受你会发现的是毛孔的紧致度真的差很多，尤其是脸颊这两侧的那个毛孔的紧致度差非常多，它挤出来那个质地真的刚好介于乳液、乳霜、精华这三体的综合的感受。然后呢，味道好棒哦，它会带给你一种很清新放松的感觉，真的很棒，而且真的一点都不老气。你看哦，我只要这样子一滴，它瞬间使用完了，那个皮肤的质感整个就变得超棒。就如果你不是特别干的皮肤的话，你在使用完化妆水之后，你就直接用它。那么如果你是属于比较熟龄或者比较偏干的话呢，只要直接搭配乳霜就可以了。那当然啦，眼霜还是要用啦。它的质地非常的舒服，延展性非常的好。有没有看到那个光泽？一瓶精华就让你的皮肤使用的当下就变这样，持续使用之后，真的会先从毛孔的紧致度开始改变，
然后肌肤的明亮度接着改变。 Pola 的 BA 系列的这一瓶极光全能精粹，我必须老实说它的价格不便宜，但是如果你这样想，这一瓶集合了日本非常有名的 Pola 美妆集团14瓶精华在内的不同功效的精粹在当中，我真的觉得慢慢的去观察自己的皮肤，你可以感受到Pola BA 的系列带给你那一种专业级的成分在你皮肤上所形成的作用。那还是要跟大家讲啦，我们都很怕被老击败，但是有些时候拥抱当下的自己是很重要的，在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都有不同的美，我们拥抱当下，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增加自己的自信，让自己在看镜子的时候更喜欢自己，更充满自信，保养就是一个方式。还是要记得搭配你的生活作息，是度的运动，全方位的让自己放松，让自己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再透过 Pola BA 系列带给你最棒成分的作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更漂亮更年轻。记得喜欢我的影片千万不要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设定全部提醒哦，脸书的朋友按爱心下去啦，凯薇想得美，我们在下一个更美的自己再见。